呀，我也给炝上，我就捋了捋，放到冰箱。菜给前两天菜给你扫帚一袋的，这又扫了吧？就最后一回了，最后一回了，这哈的呀就不接了。啊，不接了。我也给炝，我就捋了捋，放到冰箱里头了。你不让就一个呀就不好了你。进来走嘞。嗯。你想走不想走？不想。不想走？你想走不想？都不想走。带就能玩，带不不能玩。啊对，奶奶也不会耍会嘛。我也上过个学校吧。那个学校，那个学校倒是不能去。不能去？你待会儿来问问老师，你让奶奶也想来这学了教不教？哈。抱兜子来啊！兜兜上那么破一人能睡觉？哦，俺有个七弟在前头玩个。豆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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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骂一声吧，就这就不少。不少。有路的输路的，话什么？还有个小叫狗的，有走进就路上输的。行。输的是串鸡蛋吧？鸡蛋。啊，你要不长个菜？鸡蛋呗。菜菜。咋发？你去那儿来怎样？我去倔强道岔。你把走了，去收了。啊。啊、哦，这做啥？面条的。炒六个鸡蛋吧。炒鸡蛋。倒卤的嫩的。啊、嗯，倒卤的行。啊。炒鸡蛋吧，这鸡蛋是多了啊。这两天他多了这个鸡蛋。这个天叶子都，你就光它就直直发芽，这个叶子不行了哈。嗯。那你就你说你我，你都去地了。给我收去。咱这就可是香喝的这个。这个天去地了，就晒的，直晒的啊！看不是吧？咋的叫的正是享福了都，都是这就弄着着理儿。你都我在工地上，你都收的我嘴。放叶了没有？定了吗？放叶子后来也不好没有了。你倒的油是可不少啊！他鸡蛋你给点油多少？鸡高的啥也搁点长豆角。非常鸡蛋吧，鸡蛋。嗯。炒面条的肥的是炒卤的才好嘞啊。嗯。切成小块就成了卤的了，切成大块就成了大块菜了。是是。眼一口水的再行嘞，哎，不行了。行了啊，这个活菜活还不快嘞，菜活特别快。要很快了吧，小伟。我这粗也好吃呀，细也好吃的拽面。拽面是拽出来跟这个手擀的又不一样了，面是前边吧好啊，一边就不一样。那我是拽牛那个细的肉一坐一个都软哈。我说你说个包子面，一包子个吧，卤面吧，你会？下回也不会。这个你大概几岁了？你再捋下手来才行了，可不是咱平常就能拽出来了。上回来的天不一样，多羽毛球的。就上午就在俺这吃拽面啊。这个秀，这个你就捞不上。那我这个找快的水平吧。嗯。也没想比找快的比我下来。不一定都行，你大不了你就从小就没有学会找快的就行。啊。大就不会那找快的你。就是找快的你要有个什么事了，你就要不上了。那就一样一样你在这吃。要不然就在这儿吃着嘛。我在这吃吃，我回来我就不用吃饭了。我弟弟在那吃饭，我在玩，我在炕上敲手机。啊，我就跟你要了。快，坐在这儿，快去吃来。坐这儿啊，我妈妈没有给我报作业本啊，我跟你说要去。你快点吃吃，在这凉快凉快啊。你妈妈还没告诉你。看，你看。我还研究一下，他妈妈小包裹。
吃好好的，那咋变吃了？嗯，不要。这个他就想吃。我还是不想走。明，他是说到明天天亮了，叫我去送他。明天天亮，奶奶你送到那边去了。不知道他为什么想明天走。为什么？他爷爷说那个玩具不要了，给我的。还有这个。这不是忙还是叫你干啥了？我问一下，知道再教你吧。我不想跟我玩51天了。这个都是你压过小叔的呀。啊。这个是你的。对吧？你压过小叔的。这个，啊，给你送到我店儿里去。放到水果店。啊，放到水果店就行。走。走。妈要跟奶奶一起走。你快，莫先出。走。我叫去洗洗吧。回来，非得叫我跟你一起走了，我傍上了去啊。奶奶也去，奶奶也去了，奶奶也去了。哦，你下次坐上车，我去放了吧，放了吧，你到车上走。走，我走，高兴了，这个就走走走。啊，非得叫你先上来。还不放下来？不是，上来就准备走。快点，这上头。走。你妈妈就是上班挣钱，我看你吧。我倒可想去了，行吗？我自由了。行。啊？你自由就算。你自由就算了。